今天又要来扭扭蛋了，要来扭这个，也是一样是环保扭蛋。奇怪，最近好像很喜欢环保扭蛋哦。我比较喜欢紫砂，尽量都以扭到紫砂。嗯。来喽。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嗯、哇，第一个动作，有第一颗第一步。然后嘞，你还要再扭一次哦。哦，别怀疑，你眼前就是一个不扭、重复、不罢休的男人。再一次啊。嗯。好，再出来喽，再出来喽。有吗？我已经看到了，你这个臭手！有事一样。好烦啊！让姐帮你上个后置。快不要，不要扭了！不要急啊！换来你有这一个，其实我们只是认识这三个。那男人希望一扭就是劈叉。嗯。然后这两只不知道是什么。我们不知道，我没理解，我们来去换球。嗯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需要一颗就够了。是什么？皮卡丘的隔壁呆呆。哦。真的，我考虑跟小朋友一起玩。有了有了，对，也蛮可爱的呢。好，恭喜。还不错。我想看到，真的很可爱，然后什么，我也比较可爱。好。嗯。怎样？是什么？不认识的。哦。海报。嗯。海狮吧，那到底是海狮还是我不知道。这个简单，姐告诉你，这只叫做球球海狮。喜欢就有。皮卡丘就没有一个留到皮卡丘。中一中了是吗？嗯，太好了。终于有一个是有送皮卡。你知道这有一个很值得庆幸的，就是还好我完全不认识他。真的得扣住。你应该是想说，还好我们完全没扭到他才对吧？哎，我连他是什么东西，连这个都不晓得，快回家恶补。我们来扭最后一个吧。嗯。
秀吗？不过好像也不错，就是最大可。就是那个我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有雨中的泡沫。是。你有看到那里？对啊，我没看到。因为它在黑的感觉。好像很功利。需要组装。哦，就整个都要组装就对了。这个是那个吗？就是看起来很像那个皮卡丘电影里面，然后被抓起来的那个。